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这个恋爱公寓，然后现在是第11天，我们继续完成这些任务啊，就是这个增加一些好感度的，做做任务，又要等半天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好麻烦这玩意儿，很坑啊。这游戏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些。等待一下，还挺久时间的啊。这一波完成基本上应该是有可以有剧情的。那我们再完成一次啊，爆表了。这一波完成，基本应该是可以那个，又可以和女主互动了啊。我们稍微等一下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太慢太慢。这属于一款休闲的无聊的游戏，小游戏了。单身狗啊，单身男青年啊。我们等待一下啊，没了，现在可以看邻居。上一次是在他床底看到胸罩了，然后后面就不理人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会发生什么？这个是在看足球比赛。啊，冲出来！我去，啊，这太突出了啊！一走出来就看到比较突出的地方。现在理都不理人了，对吧？就由于看了他的那个私人的东西啊，他是丢到床底下啊，不小心看到。这时候应该是说，我们这边一直往他这个方向看啊，这还叫邻居啊？这分明就是同居了，对吧？都住在一个房间，肯定要引起女生注意了，是吧？还不引起女生注意？不理你了，走了。关门，不会这个镜头就这样结束啦？第二天楼道内，又在楼梯口见到了，刚开始就在楼梯口说是偷窥狂，哎呀，穿着裙子就直接飘下来，这样子走又不一定就哎，还是绕着楼梯爬下去了啊，哎，就这么完了。这一天也是啊，任务还是不让过。现在要好感度要250，就是个250。哎，也不让打电话啊，现在就等于闹矛盾了。现在有了个新评论啊，今天楼道遇到我的新邻居，他盯着我看，我有那么好看吗？来，我们。这个就顶，我只是看到你的样子，感觉有点惊讶而已。嗯，你穿得这么漂亮，我看看还不错，还有错啦？我当时，那就选第二个好了啊。减一分，我去。得，我们继续做任务。今天又没戏了啊，就这样子做完了。拿着广告一直弹一直弹，好烦。做便当的任务，基本现在就要等到250，我那200的好感度都玩了2天才完成的。好，准备，再来。这个做便当好感度会增加15，到时候还可以。然后我们应该现在有1000块，到时候可以去买一下它的那个隐藏，那个番外篇的视频。
这个任务做完，我们再喂狗喂一下。还有狗的任务，做完这个狗的任务之后，再去买视频看啊。太麻烦，这游戏就是慢，就是麻烦在这里啊。要一直等，你要么就是付钱充钱，充钱他就不会让你等了。这游戏一直打下去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啊！最后是不是会把豹的女主归呢？遛狗，遛狗也要有个遛狗的画面嘛，这也太简洁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啊。还能不能再遛？再搞两，又要搞两三天，这边去公园怎么玩？没狗粮啊，花钱买，就100而已，是吧？继续遛，这狗狗遛完。遛完狗狗还可以再做两次那个，就是清打扫卫生的那个任务。那两个前面两个只要十金币就够了，十金币的话还是很快的啊。我们去看一下前面的，还可以做一次。这游戏没有多大那个操作时机，基本是谁都能玩的啊，不需要太动脑，太费脑，也不需要太费手力啊。我的任务做完，我们的前面还可以再做，只要花十金币就能做两次，做一次就等于花20金币可以做十金币买十的好感度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蛮划算的。算一算，感觉还可以的。为了看隐藏的，看那个增产的视频，最后来了啊！最后一个任务再做一下啊，差不多了。大家看到这里可以快进啊，快进到最后，直接可以看一下那个。我们去看视频啊，这个珍藏的视频，典藏版、珍藏版、番外篇二啊，8000 GB 够了啊，看一下是什么效果。咦，卫生间，洗澡，妹子在洗澡，偷窥人家洗澡是吧？怎么隔成一层纱呀？那怎么看得见？要看得见，这游戏就属于禁啊，违禁游戏。不会吧？坑啊！花8000就买这个玩意儿啊？这好坑！哎，太坑了！8000我要花多久时间才能挣得到？你说，还不如买个这个换衣服的50块，这是回忆版的，还比那个好看。这多好，这远距离看的还更透彻一点啊，比那个布看的还多一点啊。最起码还能看到一些肉，是吧？
在那边就什么都看不见，太假了。马上转过头来玩游戏，鼠标动都没动。哎，今天就录制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。我们以后多存点钱，继续看第三个啊。这样子大家就省得花钱看这个了啊，这个简直就是坑。特别是第二篇太假了。